咦，地上有个小小小的巧绣香包，香包上绣着北辰玄照玄机天意的字样，这必定是玄机姑娘的东西，但不知为何会掉到这里。这位小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真对不住，我正在找一位朋友，却意外在这看到他的东西，惊讶之余就……那也不用大呼小叫的啊，你朋友到过这里吗？那长什么样子？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见曾见过。那是个中途来的姑娘，年纪约16岁。哦，原来那是那位小鬼林青啊。他昨天在这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忽然跳进停在这里一部商队篷车，跟着那个商队出城去了。我本想追在商队告诉他们此事，后来想想事不干急，就当作没看到了。原来如此，你可知道那个商队要往哪里去吗？这种事我哪会知道？若是说到商队行李的话，小哥也是去问专门打点驼马杂货的简老板吧。出入凉州的商队都是他在那边整铺的。那只商队的首领是个壮硕汉子，脸上有道蓝色的刺青，我记得就这样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多谢你的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商队老板，这个吧，简老板，可否跟你打听一件事情？别客气，小哥请说。大约在昨日下午时分，有只商队从东门离开凉州，你可知道他们要向哪里去？啊，这个问倒我了。进出凉州的商队都在我这里换马备粮没错，但他们要上哪去可不干我的事。听说那只商队的领队是极壮硕的汉子，脸上有道蓝色的刺青。啊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，那只商队周围的午后进了城，你说的那位老兄要我一个时辰内准备好粮草，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出城离开了。我听他们谈话，好像是有急事要往西北方而去的样子。那位老兄横眉竖目，一脸煞气，怎么看都不像商队首领，说他是强盗头子或兵队队长倒还贴切。那这是他们没错，西北方。老板，这是多谢你的。啊，好说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子要出城，对不对？游程都不会告诉你现在要往西北游去，希望现在还来得及。西北游去，是这里吗？这么大的沙漠，它在哪里啊？靠北，这么近。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荒漠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样子景色，不知上哪去寻那商队的踪迹。是我眼花了吗？我怎么看到好像有人朝这里跑来？还是蜃楼？救命啊！为什么非要我的命不可？我又没做什么。谁叫你没事乱瞧，看着不该看的东西，逃也是没用的，你就乖乖受死吧。你们的事情不讲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小兄弟，救救我！这黑人蛮不讲理，我不过他们看了他们一眼，就一路追杀我到这里。我倒没想到，沙漠中的盗匪竟然如此猖狂。小子，谁叫你遇上这档事，就怨自己命苦。哇，挺身而出的夏侯影，哼，想动手吗？拿命来！拜托我这么强，有件鬼武器是会损血的招式，没记错的话。哦，我怎么打他才27滴血啊？哇，好痛哦，我妈！啊，没事，有事啊！哦哟，我死了，重来，这不行，这打不赢，我靠，给我毙掉！
先补血再说。被打太痛了。怎么痛啊？不科学啊。应该是真的是我没练的关系。哇，下回打他一滴。哇。太痛了。先补血，先补血。好了，我真的要练等了，各位。我先不练等不行哦。强盗也太强了吧！OK， 还没死。完全不用补。好弱、哦！为什么打他这么弱？效益好废哦。下回还是犯法术好了。48。哦，青铜剑。这些家伙行止都不像真正的盗贼，莫非是另有图谋？既然如此，先从他们身上看看，或许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咦？这为首的身上好像带着一副书信，将神雀宫灾女葛云一潜捕到手后，也快马接力送到堡中，行事务必隐秘，绝不可以引起任何人注意。目睹者一律格杀勿论。此令伊伦泽罗，伊伦泽罗听起来好像是边境姓氏，是敌方头领的名字吗？感谢恩公救命之恩。大叔别这么说，这批人凶横霸道，我们可是不打也不行。对了，大叔，你到底是看到了些什么，让他们非取你的性命不可？哎，我不过是碰巧路过他们扎营地，刚有人把一个昏睡小女娲抬进帐篷里，因为那个小女娲的服饰很是特别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结果不久就有宿骑从后面追来，我一路丢车弃货，奔逃一日一夜，最后还是给他们追上。若非好运遇到恩公你们，这回可是死定了。昏睡的小女娲，大叔，你在哪里看到那个营地的？就在北山绿洲附近。以前我到新庆做生意回来时，经常取到那里的驼马休息，哪知这回去遇上这批煞星。那个地点用说的，只怕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请恩公你们先回凉州和我碰面，到时候我再奉上北山绿洲详图如何？啊，那这次再好不过了。凉州城里有无人不知的罗马部，那里的简老板和我很熟，咱们就在他店里碰面好了。到时候我再准备一份薄礼，报答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。我们不过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大叔不用客气。对了，既然都是要回凉州，就由我们霍顺一起回去如何？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以免他们同等又来。咱们这就走吧。OK， 直接回来。恩公，你来得真快。来，这是恩公要的地图，还有一些不成意思的薄礼。150两。大叔，真是谢谢你。哪里，我能帮就帮这些了。恩公，那批人看起来虽然是普通的商队，那骨子里可是比强盗还凶狠。如果恩公要去调查他们的底细，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。我知道，反正那些追兵没能活着回去报讯，我们这佯作不知情的旅人观看过去，虚与为宜，探点虚实，他们应该不至于随便动手才是。恩公硬刀扛大，想必是没问题的。OK， 我们做的那个商人叫查斯格。那刚刚说什么？看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北上吧。沙漠绿洲，对方大大的在那里扎营，显示有恃无恐。也好，我就闯他一闯看看。好，
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喂，那边的小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顺便过来看看而已。去去去，这是咱们商队的营地，没事不要在这边晃来晃去的。是啊，上午就有个贼儿跟我们来这一套，所以老大吩咐我们别让陌生人靠近，如果屡劝不听，就直接一刀杀了。小子，如果你不想曝尸荒漠的话，还是老实点好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我这就走开，这样总行吧。会不会多用几次他就来打我？所以玄机在右上方，这边有什么宝物吗？看起来没有，这个吗？喂，哎，直接进去这个营地。还有这里没人，这上魔像在放东西用的。凤姐姐、冰女姑娘，咱们先在这里喘一口气，顺便商量待会的行动。一粒，你这一路行来精明果断，连自然行走江湖多年的我都自叹不如，这和你的年纪半点都不相符呢。是吗？我只是很自然照自己所思而行罢了。风姐姐，我这样做不好吗？倒非如此，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已。不提这个了，咱们待会要怎么做？自然是设法找到灾女所在，不过除此之外，慕容姑娘的安危也颇令人担心。啊，你没说，我倒忘了这件事了。之前守卫说的贼子，不知是不是下火之言，但愿那不是指慕容姑娘之事。咱们三人应付他们还不成问题，一个孤身小姑娘就很难说了。这你倒不用担心，玄机妹子向来机灵，想必她想到自己一个人孤掌难鸣，就躲在哪里伺机而动。或许咱们四处探查时，她就从那里蹦出来了。但愿如此，只希望她此刻平安无事就好。这里有人，冰女姑娘，你说什么？在帐篷躲着一个人，有这回事？等等，是我啦，别紧张。因此所见略同，这帐篷果然是躲了好地方。妹子，好久不见啦。林森姐，好久不见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亏你还记得我。啊，原来真是慕容姑娘，我怎么忘记你这小鬼灵精？喏，这两位是跟着我一起来的伙伴，跟他们打声招呼吧。这位大哥哥，多谢你刚才这么关心我的事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我叫夏侯仪，姓是夏侯尊的夏侯，仪是天仪的仪。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夏侯仪，以后叫你夏侯大哥好了。那这位大姐姐呢？啊，那位是冰女姑娘，她忘记以前的事情，所以不怎么喜欢和陌生人说话。姑娘莫怪。原来如此，没关系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你是和风铃声姐姐一起来的，小妹早已经知道我名字，不过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我叫慕容玄机，北斗七星玄机星的玄机。我知道，北辰玄照，玄机贴印，如今所见，慕容姑娘果然和这两句美词极是相称。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两句话的？姑娘别生气，我们可是拜此物之赐才能一度找到这里来的，姑娘的香包这就原物奉还。啊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。令堂可是十分担心你。啊，娘很担心我吗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听到那些人谈送走灾女的事实，他们已经背投车队准备出发。我怕失了他们踪迹，一时心急之下直接跳上马车，跟着他们一路来到这里。慕容姑娘，除了找你之外，我们也是为了追查灾女的事情而来，你于此可有所知？那时无心听到他们的谈话，他们为了避人耳目，在劫走灾女公主后，先用迷药将她迷晕了，然后藏匿在凉州城内某处，直到商队出发时，才将她一起悄悄运出城外。我随车队到了这营地之后，除了几次快马拿去的提升之外，就再也没听到和她有关的声息。我又躲在这里不能出去，所以她是否还在此地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对方行事如此缜密，只怕灾女此刻已被带离此地。我猜在于此地是有断后用的人马，既然如此，我咱们就逮住此地的头领，逼他吐露详情便是。
时机不错，趁对方还没发现我们潜入，正好探查这个头领的帐篷所在。一定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开始吧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不能，姑娘，你在这里躲着，我们办完事后自然会来和你会合。笑我大哥，让我去嘛！我从小跟娘学练气和神道仙法，修为虽然还不说不上高深，但一定可以帮上你们忙的。不行，我们答应过关主要把你平安救回，要是你有什么闪失，叫我们如何向关主交代？我不管，我要跟你们去。是我发现公主的下落，我还一路跟着他们来到这里。嘘，小声点。是谁在帐篷里？糟了，大家准备应战。原来是你们，小子，你们可以不必再装了。三岁小孩就看得出你们是有所图谋。哼，那我就把话讲明了，扎云他人在哪里？你们果然是为此而来，死吧！哼，你们这小喽啰。哎，我靠，莫龙玄机那个球。哇，他也会奇遇之术，好痛！我算我不想阻挡，好累哦。他直接把木偶玄机戳死了。啊，我按错了。痛，真的很痛。一堆清空间这样。你们已经迟一步了，地球门就快到了，等着瞧吧。哇，这下可好，整个营地大家都知道这有奸细。木林姑娘，你这下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我不愿意带着你的理由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大吵大闹的，我差点害了大家。也好，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既然此时能让你明白这一点，我想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了。真的，小友大哥，你肯让我去了？你的修为的确不错，不过切记战争无情，我们社会尽力护你，但也给学着保护自己才行，明白吗？多谢小友大哥，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。什么事？木龙姑娘叫起来很是身份，我又觉得自己的名字念起来拗口，所以，以后可不可以叫我学妹就好？这倒不难，以后我就这样称呼你吧。谢谢夏武大哥。既然此刻行踪已落，那我们便光明正大杀进去。接下来只怕会有连番激战，大家可以多给小心。咱们走吧。哇，夏武也真的是哦，你看，一瞬间就有三个女生了，在你的队伍之中。啊，功力没写到。十份清创药，蓝黄玉璧。这个功力写的不是很好、我在看杜胜利的功力。没关系，我这边自己找。应该没的吧？还是大家有什么特殊东西要提醒的？应该是没有了，我都点过了。好。蓝黄玉璧，哦，辟玉咒法之效。命中加一二五。倒是没差齁，因为反正下一张后面就给他装吧，防御力下线没关系。好，先这样。这边应该没东西吧？再一次，这边有东西吗？哦，这边还没进来过。哦，有东西，还神伞。还是什么？
对于昏倒的同伴使用可以拿马上清醒，哦，就复活的意思。哦，敌人，我们要找的人在这里，在这有帐篷里。嗯，我感觉得到，好极了，咱们这时候杀进去。哟，怎么有客人呢？等你们好久了。为何拖拖拉拉的不赶快进来？脸上有蓝色刺青的大汉，就是你没错。俺有名有姓，叫做阿尔泰吧。看来那批追兵就会死在你们手下，对吧？是又如何？神宣宫公主呢？快把她交出来！宅女早就用快马送到堡主那里，你们只是白白来送死而已。既然如此，问你公主在哪里也是一样。做得到的话，就试试看吧。给我上，一个活口都不用留。哇，巨斧！那我来。哇，壮汉，看起来都很强。先把后面那一排打掉好了。哦吼吼吼！怎么好像有点痛？我用把他命中率降低好了。哦，是全体招式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好痛哦？看来这等级不够。这还有救吗？可以。密室吗？哎呦，这是我下脚917滴血，可以，打零，先把后面那两只干掉，160，我靠，有个痛啊！金疮药给红灵针。拜托啊，拜托！啊，好痛！打中！好，只剩阿尔泰巴，这样就轻松了。我的兵营是麻痹，是不是？302。太强了吧！哇，必掉是这样。哦，比你战力被锁住了。OK， 挡住了，太好了。他怕冰，132，116，可以。想一下哦，好。我怎么觉得我回的那个速度有点慢？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啊！先防御好了。
可以，要赢要赢了。赢了赢了哦！临水寒津。你们果然不是预言之辈，怪不得堡主要我再次断后。既然知道厉害的，就好好把公主下落和那个堡主的底细告诉我们。我阿尔泰巴受过堡主的救命恩惠，就算你们把我剁成八块，我也不会说半句话的。要杀的话，就快点动手吧。阿尔泰巴，你果然是有骨气的汉子。看到这份上，在我们今天就捞你一命，快快去吧，风姐姐。现在先听我的，我自有打算。你敢说我是真的？既然你打死不说，和你在这消耗也是多余。趁我们还没改变心意之前，快走吧。多谢各位饶俺一命，这份恩情就留来日再说了，后会有期。风姐姐，你于此有何妙算？我早料他不会说，是托在他身上下了本本的千里追踪法咒，以后不论他到哪里，只要放出符咒折成的纸约，一路跟随，就一定可以找到他。原来如此，想是他遭遇失败后，必定会回大本营向那堡主回报，再把这可尾随而至。是啊，不过那阿尔泰巴此刻必定怀疑我们跟踪，只怕不会马上回到老巢。想必大家在此战之后也都累了，我们正可回凉州好好休息一番，等时候差不多了，再放紫渊开始追踪。不愧是风姐姐，纵有这许多神庙法门可用，即使如此，咱们这就回凉州了。在此地多待无用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嗯 ，OK。树倒猢狲散，看来这里的敌人都已经撤得一干二净。咦？素芳，莫非我师兄他们已经来了？糟了，风姐姐，怎么了？我的两位师兄已经到了凉州城，他们知道我在这里，所以怕素芳传信给我，要我和他们在凉州城外会面。一弟，我怕是不能和你们一起追查对头所在，这件事得先拜托你，还有玄机妹子暂时可以补我的遗缺，这倒是没问题。不过我想风姐姐你眼神苍白，那边不要紧吗？要不要和 我们和你一起去？你们是去不得的，我大师兄脾气暴躁，怎么到时候迁怒在你们身上。你放心，大师兄只是对我施来西域一事不太谅解，等我好好向他解释之后应该就会没事。嗯，那就只有如此了。这紫渊就交给你了，要使用之时只需要口中念诵八风珠里指引无道的咒语，然后将紫渊朝空中高高抛起，紫渊便会自动飞向被下咒者的 所在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得到紫渊，那我先走一步了，咱们过两天凉州客栈见，你们要多小心哦。我会小心的，凤姐姐，到时候见。夏侯大哥，咱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如风姐姐说先前所言，咱们先回凉州休息，顺便向你母亲报平安，等做好准备之后再出城用紫渊寻找敌踪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玄儿，你平安回来了。对不起，那娘担心了。你能平安回来就好，你都不知道娘这几天怎么过的。又宕机了，算了。娘，您感谢上苍做什么？是林生姐和这位小伙大哥和冰冰姐姐帮我救回来的，要谢得谢他们才是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小伙公子冰冰女侠，小林的救命大恩慕容真莫齿难忘，我这张浅门的被薄礼聊表谢意，希望公子不会嫌弃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晚辈夏侯仪，慕容关主，这里我们不敢当。玄天姑娘胆大心细，正是她是女中豪杰，这我们全靠她才能找到奸人的下落。
老实说，我们还得反过来谢谢他呢。夏老大哥过奖了，我只是一时好奇心起，本来没想到可以帮上什么忙。是这样吗？熊儿这孩子和我大大不同，至少大家都说他聪明，如果能帮得上忙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但不知公子所说的奸人是何许人物，倘若他们有所危害，我申无光也不会袖手旁观。其实凤姐姐和我也是怀疑而已，此刻且由我们暗中调查，若日后有何进展，晚辈自会向官主禀明。啊，那就好，玄儿，诸事已了，这就和我回去吧。娘，我不要回去。什么？我想和夏侯大哥同行，他们还要继续追查奸人的下落，我想他们会需要我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鲁肃未断的小女娃，能帮上什么忙？不要给人家大门的麻烦就不错了。乖，和娘一起回去，娘好好弄一顿饭再给你补一补。瞧你都瘦了一圈了。我不要，我已经够了整天被关在娘的房里的日子，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几天这么快乐过。娘，求求你，就这几天好吗？好让我的林生姐、夏侯大哥他们一起冒险游艺，等我回本门之后，我一定乖乖待在金顶陪你好吗？娘，求求你嘛，娘。哎，你也长大了，到了出外历练年纪，我也不想把你整天关在家里。只是自从你爹死后，我就只剩你一个女儿，怎么都舍不得让你出去闯荡。也罢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这回就让你去吧。真的，谢谢娘。夏侯公子，对你真是过意不去。我这不成才的宝贝女儿，以后就麻烦你费心照料了。这孩子没见过世面，这是莽莽撞撞的，总让我放不下心。希望你替我多看看一些，别让他受伤哀痛了。公主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自小没有兄弟姐妹，以后便将雪镜姑娘当成自己的妹子看待，竭尽全力护着她周全，请公主放心。有夏侯公子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各派相约商议要事，我得早点回去。夏侯公子便迎姑娘，我就先回客栈了。公主请慢走。一路赶回到这里，小妹大伙都累了，咱们先回客栈好好休息吧。赞成。会飞的紫鸢，但愿别在我手上就不灵了。好，我们打开法宝杂类吧。哦，紫鸢指引到某个地方。紫鸢啊，我就靠你找到敌人所在了。八方诸灵指引五道，紫鸢开始飞动了，我们快追。OK， 这边自动走。好，庞三宝这边的剧情也很重要，因为拿到后面关键的道具。紫鸢怎么烧掉了？有人破了紫鸢的追踪之法。夏侯大哥，看来这有厉害的角色，我们得小心一点。所谓厉害的角色是在那里吗？哪里啊？好厉害，是谁在荒山里建了这么气派的宝寨？不知道，但那紫鸢指引我们到这里，怎么样障碍就在里面，我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才行。夏侯大哥，咱们先在附近探探，别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左下角人是不是？这里可以。小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是玄鹤啊！怎么，师姐放心让你出来了？这两位是你新交的朋友吗？怎么不给师叔介绍一下？当然好啊，这位是我小师叔杨云佐，是我祖父在往年收的关门弟子。他真的觉得挺聪明，在本门有个外号叫小诸葛。不过我娘常说他古灵精怪，还在我之上。哈，玄儿快被取笑了。不过有点古灵精怪是真的。既然两位与小师妹熟识，以后就请多多关照。小师叔，这两位夏侯大哥和冰影姐姐，就是他们把我从奸人的营地救出来，一束一剑在敌阵中可是所向披靡。木人姑娘过奖了。杨师兄，初次见面以后请多关照。原来是为了少年英侠，
怪不得师姐会放心让轩儿跟着你。幸会幸会啊！还有这位美姑娘，敢问你的芳名是冰里吗？是你？怎么了，冰里姑娘？咱们应该是初次见面，在下不记得曾冒犯过你。多言无用。等等，冰里姑娘，请住手！这位杨兄是慕容姑娘的师叔，和我们并无过节，你这样做很失礼的。我知道了，谨遵于命。哈，这位姑娘，大概会在下有点误会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别在这碍她脸好。真是抱歉，便姑娘过去记忆全失，所以在言语上有点异于常人之处，杨兄不要介意。无妨无妨，反正我得回去控制各门派来源，想必你们是为了救灾女而来的吧？既然如此，我先把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告诉你们好了。这是我从一个路过的敌众身上弄来的，应该是那层在地窖的钥匙，路过在这里的树下，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的。杨兄，你怎么会知道灾女被解之事？神阙宫应该是对此事愁苦如命才对。哼，就让我神通广大好了。神阙宫灾女乃是至关重要之人，我们出力救她本是应该的。处理这种微末小事，夏豪兄就别在意的。那真是有劳杨兄了。好说，根据我方才的看探勘，这城寨来头不明，防守倒是异常严密。这边看来没有路可以进去，地窖虽是一条路，但莫兰的传入也是凶险万分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去找人助阵。在其他人马来到之前，你们可以先从地窖进去看看，不过不要太过勉强便是。多谢杨兄重顾，就算运船不成，先探探敌方的虚实也多少有所注意，我们会量力而为的。那我先回凉州了，夏侯兄、玄儿、冰里姑娘，你们自己要多加小心，我走了。我这小叔叔是精灵古怪的，夏侯哥哥你可别在意，我只是觉得有点意外罢了。既然有入口，这么就进去看看，能追出詹女早一刻是一刻，走吧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了，我先把影片做个结尾。好，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，按下个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 还有 Twitch。 那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好，大家拜拜。